本人程一志，天下大治之治。你是程一志？我是治国的治，不是治人的治，好吗？小酒壶一装，沾你一张光。反正今天我姓赵，黄头痛嗓子痒，头衔一天打个盹也不会怎么样。您的秘密已经被我发现了，有谁负责收场？是您的夫人，我们一起经营一下这样的名号，其实没有扶植实业，秘密辛苦啊。往深处说，支持有识之士追寻理想，实现抱负。我本自傲少年真，是所有的眼睛投向你的都是仰视的目光。没有什么比金融业者距离浮华虚荣更近的。我知你一个天命，希望你都要在歧途中寻找宽裕。既然知道那是歧途，那就应该正视现实。我不知等于您未做了，您教我向往的尊严难道仅是如此这般用黑金兑换而来？没有黑金何来白银？若黑金与白银我一体两面，要么兼得，要么全无，那我只能选择后者，退出龙吟千庄。这桌椅大小有高低之分，坐着能坐斜里，有大小高低之分。艰辛拉扯南北去趟过河与江，最好不要失误，否则我会掉脑袋。不多体谅，分手一回够一张，傻孩奔忙，哪来年少多感伤，一心向南墙，别来者别指望没人被你挥无方。天人为了我乱做多善良，把钱给他们呗，他们都是全部的钱。当你明白你手里的资本不再是为了追名逐利，而是可以扶持实业、造福人民，乃至推动社会发展进步，你才能真正心安。站不起来就无法思考，失去工作了，没有价值，别人都会离开你，是吗？谁都不会离开你，至少我不会。我们可以以立方作为战壕，以实业作为技巧，以我们的利润作为我们的子弹。第四，我们可以做经济上的游击战士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就要在经济上面向他们开战。虽然我们立方力量微薄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给他们制造威胁，让他们受伤，让他们流血。我想你，我也想你。你恨我像一根野草一样受尽摧残却没有死绝，还是恨我卑微至此也能活在人间？或者回来，我活着回来了。再见一面，别让你们从天而远，我也有光。相比夜幕，我更喜欢光明。